除以八月六日，二十四时，由新增本地确诊病例，新增新增病例四例，累计确诊病例九十二例，住院病例八十七例，其中轻型病例十一例，普通型病例七十五例，重型病例七例。海洋海鲜公司员工三十七例，海洋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十三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十九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十八例，所有病例均在大连市基督人民医院集中隔离治疗，目前进行稳定。除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病例，现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二十一例，其中海洋海鲜公司员工十一例，海洋海鲜公司员工的接触者一例，大连湾街道的居民六例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三例。